2024年9月20日，今天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天气的状况呢，哈，各地拢开始会出现着较明显的落雨啦哈。也部分所在注意哈，这个大雨的预报，你稍等下，咱听众朋友做一个补充。啊，咱旧历走到8月18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高南温度26度。到33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这个讲到这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啊，这个气象署拄啊伫下晡2点25分的时阵呢，发布着九个县市啊好雨。大雨，而且咧就做直播安尼就对。同时，对啦，针对着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呐，发布的是大雷雨，而这种咧做即时的讯息吼，大家民众爱稍注意一下。气象专咧讲吼，讲今仔日啦，这个云林县加着这个嘉义县呐，有局部的这个大雨，甚至是高加河雾等级吼发生的机会。啊，彰化以南、南投、台东的所在呢，是局部大雨也发生。啊，同时得爱注意吼，就是雷公四呐，啊加强阵风，比较较低的所在爱注意积水安尼就对吼。啊，山区啊，当然啦，注意这落少啦吼。啊，或者是溪水暴涨。大雨特别的范围，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市、台南市。啊，这个高雄市、屏东县，啊，佮有台东啊，吼，也那好雨的范围呢，就伫咧云林甲嘉义啊，就对吼，云林嘉义就对吼，这样咧，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吼，这拢是讲到做这个雨后啊，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吼，啊，这后大雨后好雨啊，后迄个雷雨雷阵雨，雷公司来，我从我准备请咱来，你中心啊，来告我要惊死！我系我刺激嘅，你刺激我，我系等你刺激。注意啦，注意啦，哈！啊，即系个山区嘅部分哦，真正注意哈！即系张新闻有咧报讲，唔系倒位嘅山区哦，迄几个无甲树风台啊。较早哦，古早人咧讲啊，讲啊，惊论公信啊，讲佮较不好啊。无咧啊，你再讲我靠，即个我唔捌听过咧。你唔捌听到？唔捌。我听讲。不老的人听到雷公死，那咧办拢会惊。我呀，我甲阿仔讲会惊雷公死，那拢是好人，因为雷公健考拢拢考得好啦。真正惊死啦！哦，无啦，这这该无关系啦，应该是无关系对啦。是诶，一句咧劝人讲，做人得爱较。对啦对啦，他有些公信啊，你走去看。叫我们开始做播音到这样时，30多年，我也没听到讲这个极端恶骨的人叫雷公卡死。对，我也没报到这个话啊。他是讲坑人啦，哈。对啦对啦，是。好来好，感谢来。好，谢。咱开始来甲看新闻，来。来，伫咧报新闻进程，咱顺续来甲吼补充一下气象的报告啦吼。即讲伫9月初吼啊，到即、这个嘛9月底啦，9月底甲10月初吼，咱即个第一波的东北季风来报道，简单讲就是热到今年的九月底就结束吼，即种正热的天气啊，来天气就大概就继续一直凉冷落去啊啦吼，9月底到10月初吼，东北季风。正式来报道啦吼，20号是算9月中呢吼，20号无啦，9月中就十五啊，啊9月中应该二十已经算下旬啦，九月尾啊，你即卖咧报这是看古历啊，新历个啦，新历拢报即卖无人咧用古历个啊，古历春差不多咱台湾人做生日也是清明生啦吼，对，啊是5月初5啊3月初3迄个即个清明节吼，啊是过年叫你讲啦。就各位，咱用30天甲算嘛，啊分做三段嘛，九月中旬、中旬、中旬就是对初一到初十啦。中旬、初一，那一个啥？那个中旬嘛，中旬啊，初一到初十啦，初十到15即中旬，15去哩到迄个月底，30月底就对了，即个下旬啦。嗯，无，唔是初十到20中旬嘛，啊，到
无啦，算下顺啦。哦，即无啦，七公掉啦，迄个七十、七十到二十啦，啊，二十月到种迄个月底算下顺啦。我中旬啦，对啦。系啦，我中旬啦，中秋就是中旬啦，中秋又中旬。啊，中旬就是十五号嘅正后嘛。嗯嗯。哦，对唔对？啊，今日即系顺又是迄个下顺嘅开始啊。嗯嗯。到二十算下顺嘅开始啊，对啦。嗯嗯嗯嗯。来，另外吼，咱要来个看吼，最近正受到这个人注意的都挂问题的案件，搁再来就是台东这件嘛。啊，这个台东这件吼，讲即马伫啊第一例中毒死亡，这个姓张的阿妈伊咧煮食的灶卡内面吼，去找到一包砂糖剂啦。结果这包砂糖剂是这个芬普尼啊。唔是验出来，迄、那个托福松、石糖剂吼，佫无同啊吼。啊，只有两篇相关的报道，咱来甲看嘛吼。你讲台东县金峰乡啊，即、這个小米种吼啊，农药中毒死三人，即个案件专案人员，伫第一名中毒死亡，细仔的阿嬷的厝当中吼，伫灶卡啦，去找着一包吼，拆开的即、這个啊，即、這个芬普尼石糖剂啦。啊，包括其他相关的资料拢甲交互这个鉴定，啊，而且保乐四周围嘛无人使用这个所谓的托福松啊，就是咱验到吼，验到迄个石糖剂。台东县卫生局局长吼孙国平，伊今仔日表示讲，昨昏啊有甲卫福部食药署的人员，包括吼毒药专家，包括警方搁再一次来到第一名中毒死亡83岁姓张的阿嬷的厝进一步。来去甲吼收集一挂证据啦，啊！伫伊个灶卡发现一包已经拆开去的这个芬普尼砂糖剂啦，啊，并且吼啊，包括相关的资料吼啊，送食药署甲送鉴定来做调查。啊，外团台东县的卫生局的送验的啊，这个食材检体并唔是甲当初的这个啊罗雷亚白小米种是同一批呢。唔过孙国平伊强调你讲讲，当天吼采集完的上十秒数啊，拢总是共一批啦。目前啊，已经有这个相关的检体被事情送到啊鉴调单位做调查吼，即马等咧厘清啦。啊，另外一篇河南报道吼，看得感觉真莫名其妙，讲这个案件吼有可能会都演变到刑事呢。嗯宝林茶室，嗯，讲到尾啊，游客吼，诶，查无查无证据吼。你讲台东县金峰乡林茂川最近传出吼是不中毒死人的案件啦。啊，当然十二名诶患者吼食着甲鼻子诶小米中了后啊，出现抽筋啦，上病院的路途当中就已经死亡啦，一直到目前为止12人吼啊，这个生命真危险啊，上病院上大。上有岁数的就是82岁吼，这死亡啊，包括上少岁是7岁吼，全部已经有3人死亡啊。啊，为了报的张亨有召开记者会咧讲啊，讲啊，伫张亨啊，咧讲讲这个检体当中有验出着这个托福松的农药，但讲是不中毒案件验出的这个啊，是不中毒案件验出的这个托福松呢？台东县啊，台东在地的农业吼啊，这个住宅业者指出来讲，讲这种的农药是一级加毒的这个土壤杀虫剂啦。这主要是吼针对着园啦、果园啦，包括吼地下的海棠，包括吼四季根的这个根瘤线虫啊吼。啊，这种用的蔬菜啦、金蕉啦、甘蔗啦，包括切啊吼，诶，农作物呢，这种农药足草已经足少人咧用啦。啊，有贩卖的农药行嘛无济呢。啊，另外即马个别农药吼，拢爱采这个什么剂呢？这当对渣掉就对啦。金峰乡的兵模保乐83岁，这个姓张的阿嬷吼，伫这里啦吼，17号下午3点，家己包小米粽。啊，内面有罗勒啊肉啦、竹笋啦、猪肉啦吼，啊，做了吼10几条啦吼，意思是10几粒粽啦。嗯、啊，暗头啊6点我煮完食呢，当天阴暗8点出现身体无爽快，厝的人上病路途当中救紧，迄当时心跳就停止啊。10点就已经吼救治啊，这个未赴死亡啦，都不治死亡啦吼。
啊，而且阿嬷吼一亲人十一点外就受伤吼，回来到厝吼啊，就咧做地上的工课啊啦。包括酒令的过程当中有二十人，佮有食着食吼，进前吼所做的小米粽呢，啊，二十八号透早三点外，亲戚朋友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无爽快的镜头。阿咧小林山散病，啊，因为众多进前大家拢有食着这个卤了一把的小米粽，啊，因此被看作吼啊，这是原凶呢。唔过死亡的原因佮中毒的来源，听候调查啦。相关的检体啊嘛，已经送来到卫福部食药署研究啊检验组，包括南港实验室的检验啊。曾经有参与过吼台北市宝林茶室案件的人员有咧讲啊，讲台东这件中毒的案件无方向，只是会当吼每一个可能性的检验去做调查，然后搁再一一排毒。这恐惊的比这个宝林茶室吼，更加歹检查就对了啦。啊，台东县啊，这个政府卫生局吼啊，卫生局就对了啦吼，这个卫生局局长吼啊，食品中毒调查小组派人采集着这个阿白的血东西，落来阿爸加无吃完的吃小米粽吼。包括病院的患者，所有的人的这个检体了，对啦，拢已经由专人分别依着最速件送来到啊，食药署研检组，包括南港吼啊，南港了，对啦啦吼，食检是吼来做检验，目前官方暂时吼加合作吼，怀疑是迄、那个啊，所谓的集体食物中毒了，对啦啦吼。啊，当然，咱昨有看到讲已经验出的是这个托福松啦，吼，这个托福松，啊，拄只托福松一个验出来，一个讲什么？因为吼，这个含那个啥，含宝林茶室讲足同款，有可能佫比宝林茶室佫较歹检验安尼啦。嗯，哇，这个做落啊这。无咧，你空气空上个月那边空气拢要尔嘛，系啊，对啊，空气拢要。而且二十外人去甲因这个过往去的这个阿妈，甚至去甲念香比，对不对吼、哦？啊，简单讲，伫遐同我斗三工一寡代志，二十外的人呢，还拢食呢？我来上病院嘛，十几个尔，十二个，系啊，十二个上病，有的人把手债都无安啊。所以是不是除了吃这个小米粽以外，应该有吃啥货？啊，迄有的人无吃迄项，啊，有的人有吃迄项，啊，迄就对，吼。啊，那无就是遐无输的人。那人出问题，中间吃着迄项啊，伊就对啦。对、哦，嗯，那就来要这个，大家加要的吼。这个和相关的单位去查，这根本复杂噶，抓像宝林茶室安尼在翻查呢。哦，啊！而且这种所谓的农药这个物件吼，拢会做到非常的臭啦。嗯。哦，这第一为着安全起见。嗯。哦，所以咱的汽油无吼，其实汽油炼出来伊是无色的。嗯。啊，但是咱为着要来分辨汽油的种诶的种类，譬如讲伊是酒鬼的酒鬼，加加色剂，加色剂类。啊味啦，哎对，啊你像滚油来讲，我你从这边滚中的油一定拢红色的，同一色，哎对，同拢一定红色的啊油，大家看的红色的油，咱这是滚油啊，有啊，所以啊这老因为原住民对农业啦，什么种有诶无诶，你干嘛未拆分呐？对啊，阿妈这个阿妈是本身家己食，照你讲这阿妈无可能讲去用唔到是吧？哦，伊家己本身就有食哩咧吼，啊，这个物件，即个人拍开落去都是一个味啊，啊，这个味啊，这个但是现场较侪人去食落，去食落去，这个味啊怪怪的，对咧吼，哎，好，嗯，我咱一般个人拍开迄种味的嘛，哎呀，到阵时有人打破了吼，还是那个。查无啥有诶，即卖是一个调查当中，啊，就昨昏就已经透早验出着迄个托福松嘛，啊，托福松今仔日咱今仔日阁有看到有关人员阁再去迄个死者，死者阿嬷遐，伊咧住家迄个灶卡去找着普芬尼嘛，啊普芬尼含托福松都无共啊，名无共，名无共啊，身份有共啊，哦，这伊就无得啊，因为两种拢农药啊，系啦，还有是咧汤汤，还有是煞汤汤啦。
啊，但是尤其这个案件咧报过程当中吼，鉴定嘛无讲啦，啊，所以记者伊嘛无报啦。一般我感觉讲想要了解这个案件的人，都来到有同业啦。大家应该想要知影讲，哎，你这口罩到底有做事啦做？有做些拢，有做些原住民，无一定讲伊住伫山内到底都有咧做事做，无一定是安尼咧。看伊是有咧有红咧种菜无，啊是有啥物水果红啊，啥物迄个石桥台灯，迄个石桥嘛，正常者嘛。我那台灯即马最近，西瓜我那介出名，我那种真侪西瓜嘛。啊，所以遮无报啊，你若讲。你若讲报讲，啊，因这间厝内面吼，因这间厝原本就有咧做事啦，譬如讲有咧种石蚵，有咧栽西瓜，有咧栽七家园，我那有咧栽七家园就对个啦。咱就讲，那有咧栽园，有咧做事的话就对个啦，用着农药嘛做正常个。咱咪伫咧过程当中唔知乌白人，啊是咧煮食的时阵，啊你加工上迄个普本尼迄个物件。咱是唔知呀，唔过咱用卡头去想的话，咱如果厝内咧做事的话，厝内边闹咧坑农药，农药嘛无可能个坑你灶卡啊。农药坑灶卡诶，有啊，较早都农药变入冰箱内底拢容易灭诶。啊，迄个做咸啊，啊你看上次案件嘛是农药迄包部分你坑你灶卡里，那个应该可以啊。啊，那有诶做正常的。啊，那两摆你阿咧出现时阵讲我话，就包面锁，就先摆住个咧，下边讲啊，南南类。迄老人有啲气味较唔一样，唔过也真正个谂落去，足臭嘛，有味嘛，迄味就出来啊。容易，伊坑做伙哦，通一只一个物件，啥物种坑做伙，中间有阵时有啲杀唔掉伊啦。啊，即摆好笑就是，即边新闻是今仔下晡的新闻嘛。啊，下早的新闻甲昨的新闻，拢一直报讲，迄个其中有一项是血统嘛，血统嘛。对啊。哦，但是明明人去办的人讲起个这课。克兰树叶啊，克兰树的叶啊，就对啦，根本就不是黑洞。结果到其他下晡，伊还阁写黑洞。对啊，阁写黑洞。同款啊，还阁是写黑洞。啊，其实黑洞这个物件吼，含咧咧多啊，啊，先咧克兰树叶，克兰树叶就对啦，拢是会吃这个物件。对啊，咱台湾人讲家提来包粽啊，还是讲咧包红菇粿吼，啊，炊好些来吃，拢 OK 无问题。咱网络已经有人把黑洞的叶啊，啊，甲克兰树叶的叶啊，两个提来做比对，通常看外表，有影有共款着，要共啊要共，但是嘛，就真正足好分啊，对啊，一个根伫中撮荷花安尼啦，有无荷花？啊，一个像一般树叶啊，根伫尾流呀。哎，差不多侪，啊，这个人已经也讲讲，这唔是迄个黑洞叶啊，这是迄个克兰树叶，啊，今仔日到下下晡，啊，搁咧写黑洞。但你小孩就起来讲话，你看爷咧搞我叫去讲，你几不足奇怪？我哋讲台南市这个闹金花路尔，无了金花街，你是不时搞我那金花路，到金花街是啊啦。哦，呵呵呵呵，还记起来唔一定啊。哦，然后这外语调查看卖好，这一棍头这多人哦，这算重大案件啦，哦，这算重大案件咧啦，哈。好嘞，感谢，空不空空，空五百六六。八吼，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立法院啊，即马召开着这个做会征会了，这有影连要开议啊嘛。啊，立法院的新会期啊，要随要开议尔，自然这个做行政院这边家了上五省去，这个就做立法院啊。啊，你参讨论的唔讨论国民党甲白贼瓜这党了掉，去小蓝巴了掉啦吼。啊，那一声就把咱的这个做行政院上来有什么，这个就该担当去啊，就该担当去中属委员会啊，这阵是调过员嘛，无你嘛讨论一下，做唔得调过员，对啊，啊你小蓝巴，你对人咧担这个是什么意思？哦，国民党我对伊是完全无五万啊，无咧操你，啊小蓝巴我反正难免五万啊，无啦，伊讲小蓝巴这几下有可能伊总是伊会认为干嘛讲，啊恁对三号因迄个主席对啥个呢？因就感觉讲安呢，都简单讲个对。我知啦，我知你又咁样闹啦。啊，我咁个意思是，我阿小兰爸伊是头家弟兄是拢有问题。伊明明是国民党甲迄个做啥，迄个国民党个优秀会甲迄个钟小平。钟小平咧。明明是因咧过因咧弄个，对不对？啊，民进党我甲你嫌讲无好啦，对唔对？对啊，对啊，对啊，小客气。民进党含国党，即马两党已经是结完事啦。
已经是结完仇啊啦、嗯！啊，当然瓜冻甲拿哦，因这两冻就是各怀鬼胎了，对啦，互相就利用对啦，知啊。啊，结完仇，拄到开始结起的，就是对第二处咧选台北市中心开始结起的嘛。迄当时民进党就直接要甲调分开啊嘛、嗯嗯，啊，就是安尼嘛，即嘛就来就是演变就是安尼啊。所以民进党你后边五万公家八含你夹租啦，含你配合你免甲五万啦。啊，当然拿更加不可能嘛。嗯、啊，所以伫未来的。两三年、三四年、三年外的这过程当中就对了，你就是爱遐定，固然让你创下啦。就是唔盲讲选面，看目睭的铁金，搁再定选一个较水的，就是这样嘛。有算的孙啊，总统咱无问题嘛，吼，对不对？啊，就比如讲啊，那我无民众无过半，绝对是做歹做啊，有影事实就是安尼。就是就是，啊是就是，啊就人家发生啊，啊是有人在当台湾咧讲，对吗？啊是有人输底啊，看是要去找陈昭之。还是要去找吴国昌，找因两个人讲啊，吴国昌在我有部长，你来做。啊，陈昭之吼，这个为我部部长，你来做，伊就讲二号哎呀。那个干嘛？陈昭之顶有张迄个相片，徛伫迄个黄山山的边啊。嗯。那个干嘛？陈昭之迄个面，当然以前看到，才面拢无同，面型已经完全无同。就写到写到去真，做恐怖，做恐怖。白雪公主来对迄个铁桶哥，我们家迄个做恐怖。我看到这风波，金光哥，金光哥。哎呀，古仔，你状况是安怎？你讲我大家听看卖啊啦。本来是阮太太迄阵头壳心吼，叫迄修理车爱澳门挂工的哦。修理车的后门挂，去讲着啦，讲着，迄阵吼，我去看无好，头壳拢会疼，头壳变带一个伤底下就对啦，头壳拢会疼，啊食了吼，啊今麦说未疼咧，好去啊，看了，讲啊拢未感冒，讲哦，足用的啦，我真系好好耐用的。感觉我精神继续好安就对啦。对，即马就是，因哦，足好看的，最红的。哟，阿姨，伊在。阿姑啊，阿姨阵就叫我食，因为我较早，迄个病病拢会疼嘛。哦，病病，我病病拢会讲针的胃安尼吼。你这算偏头痛的是种？哎，偏头痛，对。是。啊，就拢住下，食药那就好。哦，住下啊，拢住几天？啊，袂啊，我想讲，阮太太，我你买食看诶。嗯。我早起，阮太太食五六年了。哦。啊，每遍拢叫习惯嘛。啊，是。你无断诶啦，今麦嘛继续过去啊。安尼哦，感谢。啊，今麦就较早拢初初拢食药三顿哦，啊，三粒多九粒嘛。是。哎，啊，食两三年了，看有感觉改善哦。好。啊，今麦。就当吃三粒，哦，就把吃保养了，就把算吃保养还是？哎，保养，是。我唔是讲安尼哦，我唔是讲头壳哦。嗯。迄阵哦，身躯拢会白吼。哦是。啊，佫会流性汗。好。哎，做食了吼，我那有改善啦。哦，安尼。改善了吼，下边的耳啊吼，耳后迄个，咱咧颔棍那样吼，嗯，有生一条啊。刚刚咱咧什么？算一流，我做完路嘞。算整是完结就对啦。嘿，不讲介大完啦。嘿。我就洗完啦，我就讲，我真系整一流嘞。好。因为我过去我喺东厂嘅吼。嗯。因我你阿公说，讲说李兰啦。好。你讲说姓李兰。李兰不听过，嘿。李兰哦。嘿。我讲无意嘞。嗯。啊，我咧东厂嘛，五十岁就转去啊，我今年六十六嘛。好。我烦恼噶，我唔敢阮太太知啊。哦，安尼还是。嘿，后尾我就叫三顿啊吃。嘿。我食到了两个月哦。嘿。那那芒果那消。哦，那芒果那消嘿。啊，今嘛是做啥无去啊？哦，是啊。我这个哦，我呢，无我烦恼者，烦恼到你死。哦，是。我当下下，我还是要阮当初的同款。好。啊，不，我一个。啊，高定的竞赛，伊个台中吼，开个印刷厂，开足大间，还开饭店。好是。40岁吼，当官生一条仔啊。哦。
我就往生啊，我唔一直着惊啊。我怪讲你会紧张啦吼。我会哟，会紧张哦。我烦恼噶呢。我唔教阮太太知影啊。哦。哎，无阮太太烦恼啊。买过来好，我再你甲讲。哦，是。啊啊，今晚拢消炎就对啦。拢消息啊！哇、哦，真好真好！我昨暝早起暝，我才你甲讲。哦。你看你也免甲讲，我就惊你烦恼啊！我阮总统的吼。哦。我就。安尼，苦仔，恁太太。那时阵吼，那帮吼，帮走路，拖到林安尼啦。哦。好多人后边阿妈滚筋有无？嗯。正定阿妈滚筋只。嘿。要一个大半斤嘛？哎，是，对，嘿，哎呀，要我顾起来听。哦，这底下就对啦。哦，我烦恼起来。哦，啊，即摆拢无呀，拢消掉呀，就对啦。拢消掉了。啊，恁太太讲较早迄落去学迄个旅行车后斗磕着头壳，迄个骨伤拢会造成头壳疼，阿无呀，对啦。对。啊，你的偏头痛嘛，有那改善啊，真好。有改善嘛？好嘞，感谢啊！啊，今麦是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哈啊，即阵咱广告的时间啦。啊，听众朋友呢，将着因这所使用的咱生产公司啊，咱是多山，而且呢，做经验，伫咧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安尼来做分享，原因真简单吼，原因真简单，就是好的物件啊，不予大家来做了解吼，好的物件不予大家做了解。那么由着因本身家己亲自所服用了后，而且个经验加这个改善的状况，啊来讲我大家来。听，你讲的正宗，每一个人拢做每一个人的正宗，但是因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这当中困扰因真久，诶，真侪真侪镜头，拢安尼强强慢慢啊做改善吼。所以咱圣山公司，咱的喜多山欢喜的喜，多少的多，山顶的山吼，喜多山啊，这会当和咱做着营养的补给。健康的维持，促进咱的食欲，消除疲劳，增加咱的体力，延年益寿，帮助消化。那么上加是调整体质，加咱的生理机能吼，调整体质，加咱的生理机能，这非常的重要吼。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电话：0800-0500-6668，0800-0500-6668，感谢。0800-0500-6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咱即摆是厝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呢，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赠送给咱买十罐的朋友哦。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平底锅一支，你要经电风一台，经毛毯一领。你要个金圣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蜜金燕窝两盒内底有十二罐的包装，拢会用尽。咱一道金一行归完结。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的朋友呢，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一些精品。要来赠送给咱买五罐的朋友，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三件式的保鲜盒啊一组。你要金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气膏一条，你要金大香的芳泽一打，金黄麦子的洗头毛巾一罐，黄麦子的洗衫巾一包，你要金燕窝一打，内底有六罐，拢总会用着，咱一道金一行为完整啦吼。0800-0500-6668，感谢。来，接下来咱们要请很多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罗斯峰王水霞。见面三分情，过身，咱也真久无见。见面三分情，无着我的梦回你的心，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是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爱情。
飞行，咱也真久无见。已经三分钟无见我的关怀你的心，希望你回来甲我提一提。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爱人。我永远相信，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爱人。哎，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咱再来个进行这部看新闻哈。来，来另外，咱伫会再有报到一篇哈，一个日本人啊哈，伫中国的广东啊，啊去学中国人安尼亚多个台词，这个人啊才十岁尔。啊，这个事件当然中国有意思啦，从这个新闻带落来，唔过外国都一直甲报呢。啊，报到即马引起吼啊，有一挂即个中国人到底是谁啊？就咱唔知影吼，因为咱知影中国即马咧按即个案件，咧对即个案件。啊，听你讲讲有外国就继续来甲报即个案件，报到好有一挂中国人看到，感觉讲，这拢是中国政府吼当年来吼，调高伊制造收益的这个制造收益的这个。的情绪啦，世界啊，世界，世界吼，当其好，这个中国人对日本人做无好感的。啊，有这个中国的网络朋友在咧讲，讲小心啦，你若要安尼从哦，到尾会害死着家己吼。应该是少数的中国人讲的啦，啊，希望这当加减传出去吼。你讲今仔日的中国吼，啊，唔是啦，都昨啊这里的中国的深圳有一名十岁日本囡仔啦。啊，这个十岁日本囡仔伫本礼拜吼来到当地的日侨学校要上课的路途当中，去和一名中国的查甫人也倒甲台死。啊，有外国媒体来报道到，这个中国的民众伫网络开始针对这件代志吼，做出因的看法，认为讲中国政府当局就是放纵啊，放纵吼，和中国人收益的情绪一直吼在生团，这到尾啊吼会致使到危险的代志。我讲媒体美国之音啊，有来评论这件代志，写了一篇文章啦。伊讲尽管即处吼，中国查甫人吼啊，开始一个日本囡仔事件吼，无去和中国的媒体甲控快甲报道啊，有关的评论吼，伫中国内底嘛吼，遭受着暗砍掉的。但是嘛，是伫网络开始引起着人的注意这件新闻消息啦。未少中国人正受气咧批评，讲凶手去杀死一个十岁囡仔娘娘，安尼吼真正是丧心病狂，到家吼极致。
啊，但是呢，特别注意的是吼、哦，有人依着养蛊啦吼、哦，就是蛊号，就是三义堂啊，下卡是移民，撇来移民那个蛊，一、听你讲讲你讲那个啥，讲乐福啊那种的，对个啦，做球，做球就对个啦吼、哦，有人依着养蛊。来形容着中国官方登记收益的一种的宣传啊，认为这是地主的民间对日本人收分的情绪高涨，一直到甲发展为暴力吼啊，台人的直接原因。啊，报道简单来介绍，讲何做啥物，何做养蛊呢？吼、哦，包括这个蛊的威力就对了啦。虽然是真强，但是若无小心会反家着家己哦吼，会反家着家己。啊，若是讲养蛊反噬一句话就对了，是用来形容讲有人吼、哦、是一个歹物啊，要去害人。啊，结果吼、哦，唔打无成功，煞死煞去吼、哦、害死着家己啦。而且中国的大型基督的修我吼啊，就对我吼修分的这个思想就对啦，极端民族的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因此，人直接讲的讲真正袂当啊，搁再把这个侵华战争当作一件顺手的工具来利用啊啦。啊，然后吼盲目啦，宣扬民族主义啦，到尾啊的结果就是害别人，又搁害着家己啦。啊，报道有讲啦，讲有中国民众不满意中国外交部这款的回应啦，认为讲受训的教育吼，这到尾啊会反食家己啦，连最基本做人的良知良心吼，拢会被反食无去安尼啊。啊，报道嘛指出讲，遗憾的并唔是所有的中国人拢会当吼区别来看这个案件呢，同款有真侪人伫这个网络顶面，伫咧吼啊声称就对啦啦，讲啊，这个拢日本发动吼啊，侵华战争的因果报应啊，这唔免甲同情啊。啊，如果当年因若无吼侵略着中国的话吼，无去杀中国人的话就对啦啦。今仔日呢，嘛减一寡吼极端的受益分子啊，侵华战争的时阵死的因啊有较少嘛，吼啊，就安尼讲就对啦啦吼。啊，当然，因中国人是选择性的讲话，咱较早拢上来讲过嘛。开始中国人诶，都毋是讲日本人诶、包括蒙古人，去迄个中国统治，包括吼满洲人伫中国统治嘛，开始有够侪侪啊。包括毛泽东，包括蒋介石，嘛开始有够侪中国人啊。但是咱甲反看吼，以前诶美国了对啦，当然美国有特洛伊登来嘛吼，迄当时日本珍珠港事件嘛，拍死足侪人啊，拍死足侪美国兵啊。两千几个。啊，你看即摆这两个国家好个，啊，但是事实伊伫关注，迄个地方伫讲到甲东家吼，另外关注大，我那有解受分。迄个特别倒转来安尼啦，嘛唔是讲特别啦，就是讲这个送证件嘛，都过技术啊。啊，日本当时所谓讲了这打中国这件代志有无吼？这嘛已经七八七十外档、八十档啊，吼、哦、对唔对？啊，你即马还搁咧教育这种物件，啊有残废了嘛？这个就是那个囡仔吼，十岁这个日本囡仔去用台式的时间，都啊当时都啊九月十八付了。啊，九月十八号，即刚拄啊，什么代志？918事件，拄啊，918事件，就是日本咧拍中国诶起头诶918事件，安尼就对吼。啊，所以蒋匪啊，常常拢会教育因诶人勿忘国耻嘛。啊，勿忘国耻，偏偏因诶连续叫做特别爱做满清帝国诶代志啊，你那这个病啊，那些国家哦。这个国家未叫别离，我来想拢无伊啊。无，根据时分的报道，中国人上爱移民的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加日本。对啊，美国加日本。系啊，美国我知啊，日本我那是特别啦。日本嘛是啊。啊，所以啊，这种伊哩个收分式的教育教尾也出来，就是出现这极端民主啦，就是出现就出来。你像迄个这回教穆斯林，唔是大家拢歹人的，穆斯林为拢做过斗阵的。但是有当时啊，伊听教义听甲拢拍歹去啊，还是解说教义的人用错误的方法去解说，你就叫砍伊，对不对吼？啊，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咱常常咧讲讲花莲这个字啊，有个人讲我唔是中国人，但是花莲伊接受了对啦。台南市市员李宗仁咧表示啊，其实花莲伫全世界。就是认为就是中国人啊，花莲这两年就是中国人的另外一个名称了，对啦。所以台湾人应该有那爱注意，第一，咱不是中国人；第二，咱嘛不是花莲。还是跟台湾人，啊，台湾人就好啦，对啦，就是安尼名，对啦，哈。
啊，那会当的话呢，尽量台湾人啦，出国尽量是讲台语啦，卖讲北京语啦，有些人就。你讲北京话，当作你中国啊！你像咱咧做官啊，伫电视咧讲话讲北京话，当作啊中国啊！哎，我那年年都用中国话来台湾咧做官啊！啊，当时迄个武汉肺炎当咧流行的时阵，有一挂人去伫外国讲北京话，人叫媒体讲，讲啊拢通边啊，系啊！好，来。进广告，下面再个倒等下来，感谢。这个咱咧食饭啦、食饱时阵咧洗碗，拢会用迄个沙拉拖啦，或者是啥物清洁剂啦，吼，啥物种种。啊，常常拢讲爱拖清洁吼，啊，其实你安那拖伊到底有残留啊，无咱嘛唔知影。啊，但是吼、哦，这个热山咧，顶阵啊吼，这个热潮啊，现在到了开始用这个菜龟切，菜龟切就是迄个菜龟头大一样咧，迄个菜龟切。啊，用菜瓜切落去甲卤吼，哎、欸，拢无用甲半滴诶，迄沙拉托，也无用甲半滴诶，迄种落去啥，迄个西瓜精拢无，加靠菜瓜切，安尼甲卤洗下，叽叽咕咕，吼、哦，迄真正有影，比迄个有放沙拉托诶，搁较清气。迄是油少啦，你若无用，特别用迄个油济，迄个落去甲切。对啊，但是你要想看嘛，你这菜瓜薄得唔几道啊？无。你大家查一礼拜就搞瓦片，对啦。啊，这个菜你啊等了。对啊，因为你个搞起来，那菜骨菜你个用过是导游的，一个暖暖香香啊嘛。不，电锅烤。无啦，浸过水个水骨就暖暖水打，你也看我打啊，你个那个浸淡水来对啦。哎，啊菜骨菜就是我发现讲，哎，啊这个搁较油的配辣，伊嘛是照常安尼卤过。因为菜骨菜讲本身为的。吸油的那种那种进来来对啦，像你看，有啊，有啊，菜市啊，那个啊，菜市啊，你有当时啊，你啊对招的时候在干嘛点了嘛？啊对，去看玩呀，哎呀，我是干嘛讲啦？我们在讲讲世界，拢用那种薄的，哎，啊，其实拢做垃圾的啊，好，来，开讲一下，来南京广告，两只个都刚从差过来。我是夏中庭，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咱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 97.3。大家好，我是绿色和平电台早起的5点到8点的主持人，我是安南，我是中医。甲咱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伫即个11月25号到12月10号，阮两个呢要邀请大家到阵来去澳洲、非洲、葡萄牙、西班牙、摩洛哥。三个国家，咱小酒来去佚佗哦。咱即摆要来葡萄牙的里斯本，要来坐百年的电车，一百年前来路电车来看卖，包括波多要来啉波特酒，以及百年的这个蛋挞店，吃上当地这个葡式蛋挞，包括摩洛哥，咱要来撒拉沙漠骑骆驼，以及到咱的这个沙漠饭店。咱即摆吼，要坐阿联酋航空的哦，赶紧来报名。2885-6633的定位，2885-6633，小酒来去吃头。你敢知影为什么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因为要透过立法和教育，让囡仔真正了解尊重双方差别，唔通让囡仔因为不同性别特质受到霸凌歧视。安尼是为着每一个囡仔，咱来打造快乐学习的优先校园。7月20到28日，在台北市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朋友做伙来到老热。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对呀、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无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哦，早就有够甜的啦！哎，要不要来根烟啊？拜！你没有发现老李的计程车好几天没来排班了吗？啊，听说吼、哦、是得了肺癌呢，家里全靠他在撑，现在乱成一团。我想我也来戒烟呐、啊，也不怕再被客人投诉有烟味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戒烟很难呢。哦，生活很难，戒烟不难呐、啊。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63。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那些和平顶住广告 TOP， 那是台湾唯一。
感情第一，咱的广告效果同款第一。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广告合作行列，联络专线2973-0409，2973-0409，热心好评，真实有感情。我们是伫这在等待，我伫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是点赞的赞。听众朋友，白沙湾起膏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摄取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气管愈细愈健康，愈细愈健康。关键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79，7945-079，感谢你。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又在咱的节目现场啦吼。咱节目一开始又完美的邀请中国听众朋友作为来欣赏这首，这是咱沙田埔钟先生来点播钟天君演唱《有力的生命》。情雨连落袂煞，害我心肝丢丢断。甘依依，我心情飘浪的心愿，交袂少薄薄的被单，一份感情无可换。总期待温暖的光线，照着坚强的生命，为前途去打拼，为前途就爱去打拼，不管好命，我做。用长风招笑过山，阮的三女音爸爸照相片，心怀思念，
心头欢好听。苦恼的话用一分钟，成功失败全靠换。寒冬过，春天来交换，灿烂关怀的生命，为前途去打拼，为前途就爱去打拼，不管风雨也断。情雨连落袂散，害我心肝丢丢断。甘愿孤身一人，飘浪的心愿。交袂少薄薄的被单，一份感情无可换。总期待温暖的光线，照着坚强的生命，为前途去打拼，为前途就爱去打拼，不管好命我断。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啊，0800-0500-6688吼，电话在是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再来，感谢继续，咱再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哈。来，接着来，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司法的案件啦吼。咱知影真侪人拢一直咧感觉想拢无，是安怎样啊？足久啊吼，拢也无听讲吼，啊，华人出去强调啦。这个死刑官呐，啊，较早是讲什么？因为没有法解释啦，无了什么有。意思讲吼。死刑就对了啦，这违反了咱吼，咱国家的宪法啦。啊，所以吼，大提出吼，大法官释宪啦。啊，大法官释宪呢，伫当时要释宪，原本伫昨昏，啊是伫当时，结果唔知因为啥物代志去拖，拖讲今仔日的下晡吼，3点要来宣判。啊，到底吼，宣判了安那无？咱无看到新的资料啦。啊，恁知影吼？进行枪杀掉的，那是四当前的代志啊。四当前枪杀一名叫做洪仁贤呐。这个洪仁贤就是啊苗栗人。啊，有一回吼、哦，因啊离开因这个祖厝，都去伫南部啦、中部啦吼、哦，去吃头路吼、哦、啊。诶，这个兄弟姐妹啊，伫过年过节吼、哦，拢会登来厝吼、哦。啊，爸爸妈妈做个围炉嘛。你讲那个李高梅办会烧的，啊，李高梅。大人甲放火烧，包括爸爸啦，包括啊，这个兄哥啦、阿嫂啦、孙啦，吼，烧死骨啦，烧死六个。啊，是安怎样啊？会死甲烧死六个呢？最主要因那兄弟姊妹有骨啦个嘛。啊，其中大家拢有真好头路，后人做老师，伫公家机关咧上班。啊，这个洪仁贤上煞尾啊囝，伊
高中毕业了后，阵伊就无继续去升学啊。嗯，啊，拢留伫吼苗栗和爸爸咧地方，连阿妈妈咧做事安尼啦。啊，当然是一个时间一个久吼，伊个留伫这个苗栗吼，顾爸爸妈妈。啊，时间一个久，这个安静型伊就认为讲，嗯，啊兄弟啊吼，算讲我上歹的啊。嗯。他家都拆了，阿都地吼，草地所在地家咧做红做实啦，啊爸爸妈妈想做我咧顾啦，啊只有可能吼未来即个租厝啊，嗯地就是吼，拢属于我，还是我分较侪安尼啦。啊另外遐只哥，即这都大家拢正好读册啊，后人伫公家机关咧上班，后人做老师，各种个老师，各种老师拢袂歹啊，拢有一份正固定，阁正好的薪水，人阁收入啊。安尼就应该和爸爸妈妈给恁栽培，安尼恁有够啊！恁茫阁转来甲我分财产。嗯。结果某一年诶，过年过节就是李高明进前，因家人又阁转来要团圆啊。嗯。咱台湾人就安尼啊，吼李高明，离乡对这个他乡外里去。哦、嗯。诶，后生三家拢会转来和随爸爸妈妈啊团圆，吃一只团圆饭诶，去讲着财产诶代志。啊，去讲着财产的代志，这个煞尾仔囝洪仁贤，伊就心肝头都不满，伊讲嗯，啊，我上下慢读册啊，高中了时我也无继续升学，啊，恁拢读到学高中大学啊，啊，也有公家头路，也有迄个老师人咧做，啊，薪水都领较正好啊，恁拢也无带伫厝啊，对啊，拢我咧顾啊，啊，恒嘛拢我咧做啊，啊，这小李公司恒地以后，若要分，应该是我分较济，还是拢归我，你唔知叫恁各位来含我抢这无理啦。嗯这个兄弟啊，什么人咧甲你信道嘿啊？兄弟啊，认为讲爸爸的财产就是大家平分，嗯、啊那较无理的就讲我大欠我大孙的平将军啊，那个那个，这个洪仁贤，你一讲李高美救恁妹，人心心情愈想愈硬了，对个，大气买汽油，当厝内边那个底下咧吼，为了再个当欢喜的时，汽油就对厝内边个破了呀，那个点到啦。点到唔知小四爸爸妈妈，还是小四几个兄哥，小四几阿叔，我唔知，反正总共就是大家了，对啦。小四人个哦。小四小四人对。阿里阿后村这个案件先紧就挂掉啊，这是四当前的代志。这一定这是当时挂掉的啊。这个变阿杂啦，春节嘿，春节几十当前的代志啊呢。嗯，啊，迄阵啊，孙波发生高雄一个屏东人，高雄一个高铁来到吼，台中个台南无，迄当时十九年啊呢，你有印象无？哦，我，迄当时是咪讲地铁已经台西台北个捷运站已经十九年？对啊，那十年哦，十年啊，哦，你当时你阿个少年，你今年四十万呢？不过我头门，我头门咧。我咧做啊十年啊，十年啊，你只要只要是水的关键啊，对，开始的关键嘛，要关键少啊，对，要用点咩得罪啊，你放心，我这都是教来啊，一人得罪咧，大家拢做做成功咧，我系管错件咧，唔使噶，你都你所以大家来啦，我成日都阴晦啊。啊对啦，我安尼我得过六十年啊，十年啊啦。他说这个是四年前啊，四年前断掉的。你用用我怎啊想想起人哦？也是换上代志啊。而且做来的，对太难的，无目标的台。医生不是医生啦，法官啦，法官甲问讲啊，你在搞头，在搞台，在棍头，要台台出地啊？伊讲啊，如果白记大家拢不要乱出题啊，头拢淡淡啊，你做些多上个台，我都是人都不来啊。你输掉过于头淡淡，不要你话。但你读的安尼啊，哦，阿你安尼个读的。好，今仔日咱个看吼，全国一共有37名死刑犯呐。啊，这死刑犯当然的，去我们判死刑的原因就是作非礼嘛。嗯。到今仔未断掉，话人也有过两年、20几年、30几年，话迄案件，敢那真相不明安尼啊，唔敢断判死断安尼啊。你若有人内面哪个有疑问，万下断，这咱拢无意见。对啦。但是也很凶狠啊！明明明在个拖啊！有疑问就是我看你判的过程当中，伊唔敢判无罪获当来，就是感官就是安尼，底下咧个判死刑，搁后底下咧上诉，搁发回，搁定上诉，发回搁定上诉，安尼底下咧浪费伊个命。啊，伊种有疑问的，但你讲迄个疑问也未当证实讲就是伊，啊嘛未当证实讲唔是伊啊。对啊，所以我判无罪。啊，这个这个拖我无意见啊，只要有疑问的拖掉了，我无意见啊。啊，今仔日咱有看到这个。法界的律师吼，有来针对着吼，应该伫个看法啦。有来针对着，今仔日个大法官要来释宪的，针对死刑要来释宪的。伊讲大法官无可能宣布讲死刑是违宪的，无可能安尼宣布。
应该因咧上市啊呢，但是因诶宣布吼，了后有一个弹书啦，宣布讲啊，这个死刑伫咱国就是算合宪啦，这个危险啦、但是这个人你要甲断掉，得爱吼有充分的理由，伊得犯着啥物罪，啊是犯罪，犯着迄种迄个作废类的啦，就像迄个啥红林人啊，一棍头，安尼破起油。小事放过人的，家己的种亲人安尼啦。即篇咱大家听看嘛，看会安怎写吼？你讲目前咱台湾全国一个有37名死刑犯呐，阿未断掉，阿未断掉的原因是安那？唔是法务部长唔敢断、是因为因即群人足厉害，拢安尼小连线吼提出吼，讲死刑是咱国内危险的一个行为就对了啦。啊，当我叫大法官来释宪啦。啊，这个宪法的决定，伫今咱这个下晡3点就要宣判，未少法界人士伊就安尼研判呢。伊讲直接宣告讲死刑危险的废死的可能性足低啦。啊吼。在这个贵重这个啊实现的结果当中，比较较可能会做出吼合宪啦，就是讲有死刑，这是算合宪的，爱继续不掉。但是会限缩着死刑适用的范围啦。唔过到尾结果吼，嘛是得爱看今仔日的判决。15名大法官当中，兼有司法院副院长吼，这个叫做蔡金敦啦，包括大法官吼蔡彩金。啊，因为吼、有来参与审理过吼啊，这个死刑官啊，王宏伟、王克英的案件，另外包括大法官尤碧雄吼，捌担任过死者吼柯和顺的辩护人，所以这3个会判，有其他12个大法官今仔日要来做宣判。哎呀，十二年，看未死刑啊，看是危险还是合宪？啊，但是一般这个拢爱徛坐啊，未使上诉呢。相处的话，发生什么情形？哪个对哪个？对啦。哦，哪个对哪个？所以一般拢上车数的，对啦。啊，我见到这个大官去甲实现啦。啊，咱是感觉讲，唔免他妈的费事，唔费事。哦，咱即马一个人要甲断掉有无吼？迄拢爱经过话长的这种的，就是啥迄审判啦、修正古啦，什么种种。啊，宏判死刑的人，伊个会当上诉、上诉，佮伊他妈的上诉，什么宪法法庭，什么外国上诉的，啊，这因都要搞啦。这拢会费死人命假呀，对不对？这拢会是你像因这个要求，我们实现这有可能是这死刑犯，我们实现吗？嘛是费死人命天用的嘛，哦对不对？所以讲，我才是感觉讲吼，这个根本是二地讨论的物件。你咧找人的性命的时阵，你搞好迄个被害人机会，你搞好迄个被害人上诉的机会，对不对？啊！你判判伊家己唔是被害人的孙啊？啊！迄个啊！你来判死刑的时阵，咱就要将他照顾呢，就爱叫食顿青草的呢。啊！你感觉有时啊，遐被害人蛮多来贪的呢，无食物件就去害死人呢。哦，我感觉讨论这个话实在是做不了。啊！如果但是这个要断掉，唔敢断，无恁就靠气撇个，你就死刑搞废掉嘛。更唔敢政治啊，更唔敢废掉死刑啊。对不对？啊，跟他这么拖，这个叫艺术嘛，不是？啊，那后来呢？0800-0500-0600，下晡3点，我们公布迄实现出来结果啦。差不多下晡3点，咱再看啊，真正有可能。我嘛唔相信，我大法官会讲死刑是危险，我嘛相信大法官会讲安尼啦。但是也叫做加一句讲，这个就做啥物事？迄个死刑犯要关起来。今麦应该有开，去教会把你开。应该是啊，咱台湾人，咱台湾吼，甲强了无同啦，强了我咧拖一半就多啊，啊北韩我咧拖一半就多，爱去迄个所在主张对死啊，唔单单台湾啦，台湾要甲一个人断掉，迄偌困难，你敢知啊？哦，对不对？对啦，0800-0500-0600。但吼，现在公司咱专国免费的缴费专线吼，那来报一个这个了，这三呢，这个外国的消息吼，这样的公司在咧溪边啊，阿雄容易捡到一块石头做回来安尼啦。
他跳上来，伊就当作是一般石头，这发生是罗马尼亚。我看这个石头记得了。哦，真大个。在罗马尼亚呢，一个老武林人啊，足侪年前啊，伫溪边散步的时阵呢，侪年前嘛，系足侪年前啊，吼、哦，啊，伊伫溪边散步时喏，看到一块这个至少3.5公斤的石头啦，3.5公斤，哎，啊，无太大粒，啊，但是嘛无细粒，嗯，但是重量是3.5就对。啊，这个武林人呢，就想讲，这个石头看了到底色底甲伊搬无同，怎啊搬得来？碎碎啊，你管得碎啊？对。啊，搬到来厝呢，怎啊坑单的银包门下口啊？哈，坑就坑了。啊，你们对碎碎啊，不是你们对坑？我坑在门下口就对了，啊，就是离的所在，迄个门啊，大种种那边动的时阵啊，就提下石头一下动，对不对哈？啊，这个老三的厝边隔壁，大家马拢看过这个石头，我啊，大家也无感觉，感觉这个石头呢，对，哈。啊，但是安尼一个过过真济冬啊，啊，有一边啊，因兜讲着贼偷啊，哦，因兜着贼偷，结果这个贼啊呢，讲起来，这个老三搬，听到来这个偷摕物件了。这个石头参看都唔看，那查来唔惊，就就走啊，就对啦吼。啊，一直到到这个武林人吼，1991年的时阵过身去啊。哦，1991年，即嘛是2004年吼。啊，1991年这个老武林人往生去了后呢，伊的亲戚朋友当然啊，就来到准备后事嘛。嗯。啊，整理伊一寡这些遗物就对。这个时阵啊，有人较注意到讲。去哦，这个富林人动作，迄个一般的石头放伫门口的迄粒，感觉无啥掉哦，迄粒看得到的。有人发现，哎，有人发现掉，迄粒感觉无啥掉哦，啊，小我甲说一下，哎呦，色阁无同的，哦，色是迄个咖啡色的，安尼就对啦，哦，啊，所以呢，这个富林人的亲戚后来啊，我将这个石头送用鉴定啦。无鉴定，无拉近，鉴定者，然后规家族啊，大家开始抢一条河，没人买啊，我真的，这家叫三两那琥珀啦，啥琥珀 ？OK OK， 哎，琥珀就是咱那个科大的树啊，老来树，哦，一个迄个节，年啊，年过啊，啊，经过就数千万年，数千万年，因为这个石石头的啊，对，足古的，哎，琥珀来，这那个包有昆虫的，哎。老糖啊，还是有这种的这个生物，那包在那个琥珀，把它挖贵的讲，但是嘛，继续做啊，要大家注意的哈。啊，这个人做啥呢？这个琥珀坚固起来，人家鉴定了，对啦，价值是要多少钱呢？这个琥珀的价值，新台币大概3459万呐。嗯。3459万的琥珀，去后因这个富林人抓坑在门口，一个坑光坑十几档啊。哦，但那名厝边隔壁也无人知影对。啊，最后呢，因这个富林人伊个家属吼，怎啊将着这个琥珀哦，怎啊卖哦，这个就做啥？这个博物馆，嗯嗯，卖哦博物馆就对啦哈、哦。啊，经过鉴定，这个琥珀至少3800万年，至7000万年，这个历史吧。哦，至少安尼就对啦哈、哦。啊，这嘛被视为罗马尼亚的国宝，哈、哦、国宝。啊，即马藏伫咧伊遐一个博物馆的内底，安尼就对吼。即讲即马甲鉴定好，就确定是琥珀，而且呢，伊已经嘛被确定，这是全世界发现到上大粒的，嗯，上大粒琥珀了，对吼。琥珀即个物件，应该上古的啦，快上大粒，哎，上大粒啦。因为琥珀即个物件，你讲一罐头要价大概3000几万的新台币，迄已经是足大粒啦。哎。打到伊嘛，我讲结大家安尼啦。但是伊家才3.5公斤，3.5公斤，所以到底伊是到底话大咧，伊要用人落去边啊，做位去上环看呢啦吼。当然吼，啊，所以呢，这有当时啊，吼，咱看啦，要放出一个啥货物件，结果唔知讲去结大人啥，嗯，吼，唔知讲迄个物件讲结大人啥，安尼就对啦吼。啊，这是这个这罗马尼亚发生的吼，啊，即嘛迄个应用卖啦，直接卖哦，这个罗马尼亚政府。哦，哎，别阿拉教会无共哦，亚历山大伫印度，还是伫伊个园内，即去挖到属于国宝级的物件了，对。教会啊，迄边的人拢会来叫去，但是一用好听来讲叫去，阿里那系就我上缴政府，嗯，伊要教会啊，要用钱来买，没收啊，对，教会啊，要有一个所在，有一间厝，嗯。
迄间厝我那几啊百单的历史啊，对个。啊，内面都住一个老爸阿两个囡仔呢，阿因算善家人的家庭，在跑就一块小地啊，两块啊，拢建造啦。结果后来呢，这个啥呢？起火人迄个这个叫做。这个专家啦，都要去那佚佗，看到这间厝，感觉唔对啊。应该查厝，应该拢查厝，规间咧拢查啦吼。啊，是足古老的建筑模式就对啦。啊，这个专家又来讲，这唔对咧，这不是普通的查厝啊，尔咧。讲白话，阮几啊代拢住伫遮，这厝老家咧，落雨天都兼落雨，你冇咧，伊冇回过。啊，这个专家等于了赶紧吼，反通知到这个中国的政府啊。赶紧派专家来这间厝安尼，一个鉴定落去到就得了。哎呀，规间厝头到尾是只小到门层了，对吧？全部拢是金丝楠木啦。哦，金丝楠木。金丝楠木是比金啊较贵的。哎，规间厝哦。哇，安尼大人唔知啊。唔知啊，那个贵啊，大啊。那都贵呢。他因为那个茶外靠用时间足久嘛，所以茶外靠拢人蒙白刷啦，什么在那个是一般散价价，那个时间他妈的切的。还慢慢啦。系啊，慢慢就上，啊这个茶树啊，啊多咧都未歹安尼得啦。贵金啊。有啊，这个今年贵金包括那条门城全部拢死啦。价格话侪钱，听众比如你个听话咪啊，无法估计，是无法估计，拢无法多估计了，对啦，啊无多估计了，咱这人话说，咱这政府来讲的话，那希望伊和政府一定是爱提钱甲买嘛，对啊，当然，用不了唔是，啊无收，上缴。上条，收啦，就是没收，没提半仙钱。阿妹啊，因家的人咩啊，搬一顿啊，这个主意不做领导。系啊，对啊，真唔领导啊，这就是不得了的一种，一种惊死人的一种价格啦，对啦。阿上那讲完全无多估计，咁样样，就是讲，即你对这一个方向去估计，你带吗？还是干嘛查的价格？还是什么种作为？所以我只得讲有啊估计，但是有人讲拿干嘛估计起来查就对啦。可能爱几啊十亿的人民币啊！可能爱几啊十亿的，啊，叫做强了一句话上缴。但是因对话拢讲啊，最好听，就绝对不要听。立即决定将房屋交给政府。你敢没？输掉还是双方回来？啊，咩啊？可能是不是用这个所在好用大？这样子，这样子无对啊！第一间厝安尼，规间厝讲价值。真正是假的，用规工了，叫啦，规工啊！专家去吼，用迄波啊吼，啊运一种诶，唔知啥物油了，对啦，啊改咧大苗，往边啊挑啦，夹切切来了，哦，安尼话，迄茶内底拢金丝啊，拢金诶了，啊金丝楠木本来做古以来就足记得咧，古早皇帝死拢用金丝楠木咧做伊个瓜茶，安尼哦，诶对啊，啊咱台南下南啊就新疆啊。即嘛阿伯喺咧跌起倒物吼，嘛是用金丝楠木，对，金丝楠木。好，咱唔讲啊，金丝楠木即照你讲个，从乌鸦用炸来宣布未使出口啊。金，哦，足水咧，足水，真正足水。我一看那个地有够水，啊，但是迄个唔代志，内面啥物人讲，我就笑笑讲。你就跟你个讲我，我咧你，哎呀，哎呀，你讲家己啊，是第二。也算我是平民。我讲哦，阮同学阿南太太哦，拢有用金丝楠木哦，以上可以做印啊。哦，做印那一条。哦，是。以上可以。是。哎，一个啊，来同我。这种国宝级的。同我做那就做会啊，发东西啊。我看大家阿伯有两包金丝楠木，我就是拜这么问题，伊个金丝楠木阿南问出来，这是在报问题啊。哦，伊底下做可能。哦。全部都有可能，像习近平拢会咱叫来打的对啦。嘿，伊退等来啦。哦，对个规个倒规个啥物种种哦，迄些名啊，别拢金丝楠木。真正你甲看，真正一般诶人啊看过了，我著查你嘛。但是你真正太敢看，你有去过？有啊，你个人就讲讲过。好啦，哦，这是伊个这山呢，伫咧罗马尼亚啦，吼，一粒石啊，吼，结果竟然是琥珀。讲价值三千万吧，也好在贵姓王啊，朱熹徐太公。贵姓王加十三太子到底因的关系是安那？这
做者种讲话咧。好、哦、对啊，诶、欸，有人讲迄是伊婚龄啦，啊，有人讲迄是伊嫁迄个鸟用神威生因啦，对啦、啊，啊，你做者讲话啦，但是冇紧啦，所以门就是贵姓，对啦，拢有故事啦。有哈，再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一转去。安良堡将五路武大神头前迄个案得，迄间是金丝楠木啊？不是，不是，但看到我那金金呢？金金呢？哎，对，我这样看的，哎，你看那个作势。哦，你讲迄个得钱？不是不是不是，迄个得啊？得啊，不是，不是啊？哦，那是要报名的，要等等才行。来，咱来进功德哈，哇，哎，进个功德，随个得得来哈，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正重要的成分，有香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拢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目、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则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东西在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一一给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来的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是对的、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也已经经过日本啦、韩国啦、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说目前啊拯救视力最最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S 啊 PICS 制药高科技来萃取，超临界的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下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三，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伫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一水出本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比如讲夜盲症啊、青光眼啊、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水出本。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甲红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若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吃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有法度能有效
人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即个这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登记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到伤害，这种会流失掉。哦，这种爱注意啦吼。佮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初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只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啊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啦，然后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打折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对这些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着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能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什么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啊、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哦、做一个吼，真、哦、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着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咱使用鱼油了后，会当和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的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大眼啊，这个大眼睛。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个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荷兰的金立平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北来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好嘞，感谢阿伯的时间呢，阿兰又完了来开用可以的电话啦吼，听众朋友啊，以前的表达你开讲做到的对吼，还是要连销的，大家处理起拢可以。另外这是26994526，但是我们等会我把它丢了没卡麻烦打起来空了、哦、好来谢谢谢谢就可以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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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我阮厝边啊有一个，阮讲，要安怎讲？嗯。就阮，就比如讲，因查某，因后生嫁因查某囝。嗯。啊，因查某囝嫁因后生，要安怎讲？
后生嫁查囝，查囝嫁后生。不不不不，一个查甫是查甫，就是亲家甲亲妈就对了。哦，哎，对对对。嗯、啊，你敢知啊？我那十几，你敢知？嗯。亲家甲亲母两个斗阵。嗯。亲家甲亲母两个斗阵。对。哦。亲家亲母都亲母。对啊，你嘛两个是拢离婚，还是有死人死母吗？我两个斗阵了，就无拢闹死人死母无啊。哦，就是拢家己有某，家己有家己，我咧斗阵啊，好好好，有斗隔壁啊，哦哦，斗因某因某过来门口骂他，你袂见笑，你安怎子？哦，感情家的咧辛苦啊，创啊创，好好听啦，哎，安你袂见笑，我咧讲，是，都袂见笑吼，最好我是讲一个较无感官，是，谢谢，来你好，谢来你好，嘿，喂，哎哦，拍谢啊。我来请教杜家哈，唱那条歌唔知是什么歌哈，那条歌未歹听。杜家是歌不一样嘞，邓丽秀。来，我跟你看麦哈，这条歌你讲那条台语的唔？哎，对。那条台语的，我来。从老表唱一条。哎，那条哎，即马雄雄，我想看麦，有力的生命。哦。有力的生命。有力哦。有力的生命。最大的啦，有力的生命。有力的生命。当然。好好看看你你那林刚老师没见面时你看公安还要帮你帮一道哦林姐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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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和你讲，我无声，阿妈和你讲一下。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你好。喂，嗨，嗨，信得做拜哦。什么话？五号。哎，你信得拢会登记呢？哎。八号吼，这个都准备上班的啊啦。这班歌吼，叫人我打啊。五号是送什么啊？吼，皮鞋吼。重要不喜欢啦，哦，你讲台湾那个大学生去的中国抗议了哦，嗯，啊，我这样子吼，可能是吼，我怀疑这些，总会什么说出来啦，说出来吼，那真正，嗯，放得比较好啊，讲啊，你看我，就我出来我没代志，嗯，好到是吧？还有就是有些啊，他们比较公众人物，他们比较的很好。嗯，对对。我好多好听啦，爱睇人的什么到时会讲很好。嗯嗯嗯嗯。啊，你的信？我发现你是是。好，好，安尼好啊！你信号做歹，信号听无啊？等你，等你，安尼。来你哦，拍摄来你哦，哇，拍摄，来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张宇，哎，你好。上气氛的是，咱无听到一个新闻，当有一个半卦，一个诶，因七大在酒店上班，好有啦，还看不见多人啦。像怎样闷死？哎，既然讲诶法官讲无个判死刑啦，我靠呀，讲有法度教化啦，啊，这款都有法度教化三个人命咧，竟然有法度教化，我好阿外之哇，真正大家平安啦，啊，恐龙法官真正是，诶，大众的啦，啊，真正是，诶，分批啦，大家平安啦，是，假日啦，放我较轻松啦，来啦来啦，直接牛蛙汤咧，头先才推落去啦，啊，感谢啦。来，你好，你好，感谢。喂，导游，这个，你个看哦，那个大鼓哦，嗯，就那个大鼓相比，那个大鼓那是不能那大鼓，大鼓对那个，嘿，好的，就我这边之前咧打我这边的道嘞，你讲对哦，你要讲到这一季结束，你要讲还要再还回击。这边那有啊，这好多有。你大家放点，你来过来搞我，去讲我听。嗯，哦，我这老话又对干啦，听一段尔，嗯，其实买坐来中东路这歌啊，我来变国书啦。好啦，你讲，这种的消息好，啊，这大家今今麦听啊无，真正吼，一阵一乱吼，我就不讲。啊，是讲吼，这个诶，虽然唔想找人，但是人不做人嘛，做厉害。诶，当然啦，诶，倒对讲咧，诶，一定相对嘅。我等去前面摆叫我当啲婆人啊，我当，啊，伊讲十八点嘅嘛，十八点都讲有可能。他依旧的吼，伊家这边吼，
道奇已经进入那个季后赛了啦，啊、我跟你给中黄昏啦，所以讲吼，咱大家加油啊！够十够十够十拍场哩，十拍场哩，好，够十拍场哦，好。哎、欸，你绝对也成绩可能会破纪录的啦，伊、嗯，哦，无在一记，起码无在一记，对，无在一记，阿爆咧，阿无在一边，哎，阿来你好，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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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阿伟好啊，哦，大家好，哎，我想要点交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姑娘，本来先咧，张天君听伊个电话啊，好，从哪里出来？从哪里出来？从一个小姑娘，听到一个就好啊，好。你的螺螺头吼，要安怎吃？嗯嗯，螺螺螺头，我讲你炒螺螺螺螺吧。啊，我拢嘛吃边的啊，吃人已经处理好，他边的出来，我难不改的，正在处理啦。我讲这真正的代志啊。哦是。伊阮家高阳第一日做吼，有一罐外螺啊吼，甲中岛拢咧豆豆去买诶螺螺吧。来，你来煮啊！我想讲，你是要安怎煮？无啦，咱即马煮汤啊！不是啦，我安尼哦，上条讲落来吧，煮汤哦，我煮配菜，盐盐啊，定下配烂啦。无啦，我讲听吼，其实咱伫外口食着的落来吧吼，因咧店面开的有咧炒螺啊吧，迄种吼，迄种进口的啦，对啊，迄种进口的啊，规包迄个进口里边啊，冷冻的啦。市场买的菜粿啊，家己买煮啦。啊，对啊，就是拢。这个无用炒的呢，煮汤啊。啊，因遐食我有可能是煮汤啊。哦，啊，我看到伊煮汤哦，我煮火肉吼，内底拢会烧烧啊。嗯。奇怪个安尼啊。内底烧烧。啊，你就是无处理好是吧？我干那看伊煮吼，我就一直。水暖烧烧啊！啊，你怪他，啊，你惊惊，你就是惊。拜托。哦，啊，你贵谁啊？我细胆，我迄日我有考过啦。细胆，你高雄，你住高雄嘛？哦。胆啊！我迄日无考过，讲后尾点一条河，迄条柯文哲。有来有甲你放个，你无听吗？啊。会知啊放个呢？你无听吗？你会知讲你会知点名啊？哦，我迄日点名是迄条。秦岭就黄衬衫啦，啊，迄会使点未啊？哦，安尼啊，安尼我会使较无用的款。啊，我会使就给你放了啊。太细，哎呀，有放过啊，有放过啊。都搞就这，迄小姑娘哦，哎，就是。啊，你要听会使听会播的？啊，你要听会使听会播的？会使是啊，有啦。好啦，好。啊，会播是啊，吼，两台刷来刷去啊。好啦，好。啊，会使是拢。无，我是讲这首歌，你要听会使啊，听会播的。记得先过年，会知啊吼，啊我改改会知啊啦。好，谢谢，谢谢，谢谢，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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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刚拄我上新的消息就是讲大化花吼，有解说讲这死刑，大化死刑是核武建化。对啊，核化变啊。诶，啊你啦，你啦是讲下面用唯一死刑的吼，这个不合，这个违宪啦。唯一死刑违宪哦，嗯，哎，较早有，较早你想讲抽检，哦，这嘛无，这嘛大部分也是唯一死刑，那是戒严吗？戒严吗？戒严才有啊，这嘛无啦，嗯，对，啊，所以讲吼，这从破死刑的这自求37个来讲，应该是拢合乎宪法的啦，嗯，啊，若是安尼话吼，我希望讲法务部长吼，你的勇气爱提出来，来大条爱签字的爱签字啊。你今天大话我甲你讲，这是合乎宪法的，哦，万免搁等下有诶无诶啊，就是个大条条啦。啊，啊，我迄个大哥讲吼，迄煮螺蛳汤吼，有呢，甲种心情就是发生中毒，这个阿嬷伊煮来有煮螺蛳汤，有螺蛳小米粽吼，啊，毋过伊讲啥嘛有煮螺蛳汤呢？另外个煮螺蛳汤，对啊，就是伊个另外煮汤。啊，伊今卖就是。上重要就是讲，是不是咧食材有去哦？迄农药污染着啊？是安那？因为那叶食材都拢无染着啊！你讲那有那出这种出现着有农药的升温，这个不奇怪啊！系啊，你这样就伫一家。是啊，嗯，好，好，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哎，大表啊，一个司令员吼，你叫第一个大法官吼，实现啦吼，讲因咧，因该判司法违反人权啦，嗯，吼，啊，你做美国宪法吼，到讲授权吼，伊讲会使杀人，嗯嗯嗯，
对吧？啊你都会使谈啊，那不使该，不使来手术，来问些矛盾啊。嗯，即个你即个你又是安尼啦。嗯，对吧？啊你讲，你个大官嘛无。马伯公也是装个病害咯，马伯公你引出你豺狼啊！嗯，啊我咧才死啊，未死啊！我你豺狼无水，我咧才死啊，未死啊！是是，啊好了，谢谢了。哦，谢谢谢谢，来来来来，嘿，你早前个落雷啊吧？阮较早捌看个用啥个相片啊？用个壁炉啊？用壁炉啦，用灰灰啊有啦。嗯，壁炉实在天气啊，对啦，做咩事啊？啊冇人用灰灰啊，用壁炉是较上本啦。你个看上古仔草地人了，对，伊捡起落来啊，把灯来要擦。以前拢用灰乎啦，搁后是搁后迄个搁后迄个引擎啊，你袂比如听啦，哎，迄个顶面呢，对啦，啊是拢用灰乎，较侪啊有啦，比如说往那有人个说无唔对啦。哎，落来袂拢啊清啦，无啊无咩啊，想要潮湿哦。对啦，对啦，谢谢大家。啊，我当接电话啊。好，来，时间来关了哈，阿兰的先关，大家进广告，感谢。来，阿即马大伙关机连都已经好。之前啊，已经讲吼啊，咱国拥有这个死刑，这是合宪的，合宪的就对，就是无危险啦吼。啊，当然未来吼，就陆续有可能吼，应该会断掉就断掉啊啦吼。啊，如果咱的法务部长，啊是讲咱的政府，那是讲要遵照着这个所谓的两公约就对啦，有可能无断开很凶，因为你断开伤凶的话就对啦。毕竟讲吼，世界是个民主国家，会感觉讲哇，恁台湾遮要重视人权呢。嗯、啊，这影响着啥？听人讲讲影响着啥物贸易啦、生意啦，有诶无？当然说说，我讲是对我听无啦。对啦，咱咧断无可能讲做认真咧断。我讲啦，拢都足久啊断一个。我们就讲诶，讲啊，你们甲讲讲是对啦，啊，卖贪污就好啦。啊，本身贪污一个贪污一个人，对啊，啊，好啦，这个。死刑本来就是合宪啦，啊！而且美国嘛，不是伊全美国拢做废死啊，伊是几个州废死啊，对不对？哈！啊，讲阿歹听啊，哎呀，废死人民啊！我就刚才讲一句话，在领导拢多啦，无人当掉啦，在领导当掉，你再来讲废死啦，哦！来，干嘛个？是啊，今仔把感谢咱永续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哦，再会，感谢，谢谢，拜拜。